好，我是维恩。你好，我是 Peace。今天我们两个来到莉莉，你的家，恭喜！恭喜！你就是我们的优胜者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这间家你住了多久啊？这间家大概有整二十多年了。哇，20多年了，从你这么小的时候就住到现在，是不是？可是我是加进来的啦，我加进来大概有七八年这样子。七八年，那七八年这些家私什么的都没有动过吗？没有，都保留原本的。哦，那个漆啦什么嘞？稍微的有粉刷一点点，有点点，就是过年可能一年一次这样子，有一点比较重一点。那我们是叫做OK， 那今天我们来的任务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帮我们打造。焕然一新的感觉，对，而且这个总值10000令吉耶，7000块的所有的粉刷，还有家具，还有另外3000块的现金价，摇到钱，摇到楼，对，很厉害了。OK，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工，先把你旧的家私先移开，把所有东西移开，我们就会开工帮你就是粉刷整间家，好不好？好好，有没有很期待？有，非常期待。好，我们要涂这幅墙的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要先涂上 high bond wall sealer。对，它的功用呢，就是要保护你的墙，还有保护你的气，所以这个一定很重要哦。是，就很像你化妆的时候要有底妆，来了，底妆。好，在这个 feature wall 第二层，我们要上的呢，其实叫做 momento primer， 就是这样啦。哇哦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涂上我的漆，好好听。而另外一幅墙呢，我们要涂上 Odorless AK Battle Stone NPN 1915P。淡淡的颜色很漂亮，我觉得。对。再一层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也来到我们 feature wall 最后一个步骤，也就是主角出场的时候了。噠噠，这个其实呢就是 Momento Textured Paint Series 其中的一个 Momento Elegant Rose Taupe M1042 的这个漆，很特别，看起来 brownish， 就是褐色这样子。对，为什么它名字要那么长呢？因为它里面的料真的是有这么特别，它现在就是有一些白色的屑屑在里面。等一下呢，我们涂上去的时候就可以让你知道它比较特别的地方。当然它这么特别，它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工具来驾驭它才可以。Momento Tool Kit 就是这一个了。是，当然不是用手啦，就是用这个呢来跟它搅拌均匀。浇一下，然后先放这吧，好，我怕滴出来。然后就用这个扫呢，就是扫在墙壁上面。来了，很紧张，很紧张。OK， 哇哇哇哇哇，它是一个特别的效果的，真的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再继续。好，然后要等它在半干的这个状态情况之下呢，你就是要用这个东西给它刮一下。就会有特别的效果出来了。我们来期待半干的时候。好漂亮，对不对？莉莉觉得怎么样？你的家漂不漂亮？非常漂亮，有新家的感觉。yeah. 好像搬了新家。可是我知道，这一个就是游戏，你参加这个游戏的原因也是为了一个很特别的人。对，就把它当成一个礼物送给我的家婆。婆婆是不是觉得很温暖嘞？是，而且他的眼神当中真的是有那种哇，很新的那个感觉。然后其实我们还有大伯，大伯母在这边， yeah. 对不对？刚才昂哥一进来就是这样。不用讲话，他的手指就是这样。对，而且他很巧啊，他直接给你 like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很漂亮哈、哦。那其实呢，你Nippon Paint的这个漆料呢，反而它不会起泡，然后它也不会容易脱落的。对啊，因为刚才我们在粉刷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闻到太重的味道，所以是低气味的，而且呢它非常非常的耐久。可以，气味没有闻到有。哇，对哈，真的，我是接近最大分的。而且我们才刚刚完成的哦，真的是不会有什么味道。有些人做他这个不会，而且你自己油也是可以，没问题。哇，你看 ，light， 就是OK， 想知道更详情的话呢，请上到我这个网站，就是 www.nippomomento.com。
Nippon Paint, the coatings expert.